何事？三千岁刘墉驾到。啊啊！京内兵来西南战，小龙地府为哪般？为听说岳家妇女被他斩，虽不怕，前面无私的刘青天。我的事情他若知道了，想要活命当天难。我出在佛具忙迎驾，我看千岁哪里，我看国舅哪里，千岁国舅啊，千岁请。